来来来，要饮水机交给我，我会在小巨蛋加设饮水机，让所有的人可以装水喝。开公司米太成又安，太成年，儿童节做正确做饭的朋友都跟大家，都是人都是说。那我来达成你的愿望吧，儿童节前办神秘活动。你们这两位爱阅读的小博士差点撞到我了。我很喜欢阅读，我的阅读认证已拿3000分，可是我还是希望有其他的阅读活动。我也那么觉得，希望有更多阅读的有奖征答活动。好的，我会在每个月举办阅读有奖征答活动，让阅读变得更有趣。那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吧。好的，我以后会在打扫和午餐时间播放好听的音乐给全校听。如果我当选小市长，我会建议学校新增羽毛球社团。哇，你们要念这么多书？对啊，但是我还是很快就看完了，真希望一次能多借一点书。如果我当选小市长，我会建议学校将借书量从5本增加到8本。学校的书虽然很多，但是可以借的书都有点旧。我也是这么认为。如果我当选小市长，我也会建议学校新增图书馆的书，并将新书改成课外借。我的政见是3打扫和午餐时间播放。